所以要你们投票好了，要我先唱还是我们先合唱？哦，我刚才没有反应的，我们自己决定就好了。我的群众比较害羞一点点，你的群众都跟你一样。你们需要酒吗？所以在座各位也需要酒一点。我们先合唱，对。好的，这首歌。这样子好了，这首歌是这样，我们来合唱，耶、yeah! ！你听过我的歌吗？你这么小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马上大学毕业的话，你就会听到了。这个歌呢，是我出道的第一张专辑。可是听说很多人在毕业的时候都会唱这个歌，你们应该也会唱，因为你们应该毕业的时候也都唱过。你们唱过评剧吗？有。都会，对不对？都会。我觉得他们对你比较热情。因为你要对他们热情嘛。我不热情吗？这样子，你接下来帮我唱，还有一个小时，我先走好了。哥，当你听，因为价钱还没谈好。哦，有这么走，还谈价钱？所以下次再说。好了，那我们评剧等一下跟着你唱。评剧到底是现在唱还是等一下唱？你决定。现在的。现在。说现在。我们自己决定现在了，因为我最喜欢帅哥。你说什么时候唱？明年。那好，再见。好了，现在的。现在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起好不好？所以刚刚大家都是会唱，对不对？通常这个时候，如果说现在的话，乐队就要下歌了，不要再等我 cue。一